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现在坐到这个草地，这个草皮上面，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熟悉，又有一点点陌生？因为我们已经隔了两年，没有在这个市民广场的大草坪上面为大家举办台中最重要的音乐活动——台中爵士音乐节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回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场地，是一件快乐的事。那我们也必须要感谢啊，能够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不停地默默地催生这个活动，让它到今天每一年都可以顺利地进行。所以我们给台中市长卢市长最大的掌声。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台中爵士音乐节回来了，在这美丽的夜空之下，请大家好好欣赏，谢谢大家。To be run and a wonderful fling to be flung. And even when I'm old and gray, I'm gonna feel the way I do today. Cause you make me feel so mad.